开始了。出去。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！嗨，李瑞。嗨。我是你百万里妈中的情敌卫。在空闲的时候喜欢做些什么呢？我喜欢打篮球、健身、骑骑马呀，然后看电影、狼人杀。Hello， 小林你好。你好。你知道自己有一个外号叫人间洗洁精吗？当然知道，人间洗洁精。说我大链子，然后什么就很帅，没有别的意思。Hello， 小林你好。你好。小林工作强度大的时候会怎样调整自己？工作强度大的时候，我一定要去打篮球，再投入工作。Hello， 小林哥哥，我是来自湖南的小森林。是，如果你以后演电视剧的话，你最想演的是哪种类型的呢？会演一些有挑战的、有动作的，然后励志的。最希望小森林，管你叫什么，我有几个选项。哦，还有选项呢？哥哥，小林，宝贝，或者老公。小林。看了这么多小森林们夸你的彩虹屁，你有没有想过夸一夸你的小森林们呢？小森林超棒，超级棒，很有爱，然后特别的可爱有魅力，和我一样。